进行到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，第一个环节是 emotional punch， 什么意思？好，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游戏是什么呢？它有点类似比手画脚游戏，但是我们是分组竞赛的，会分成两组。那我是主持人，我不参加竞赛。但是呢，跟比手画脚有点不太一样。为什么叫 emotional punch 呢？就是我要用情绑对这个词汇，他的情感，然后每一个人其中要猜，也就三个人一组，两个人讲，一个人猜，然后我们限时2分钟，看一组可以答对几题。 哎呀，提速最多的赢嘛！提速最多赢，然后每一组会有两轮的机会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等下稍微换场一下我们节目即将开始，请大家稍等一会儿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一组的挑战。好，我们分组是分成康康队以及太田队。好，那你们先进行挑战，那请三位观战的人先入座好了。我们得坐着，对，看起来坐着。对，我们先公布我们今天第一个情绪是什么呢？情绪。 呛虾，喂，不会的，你最会了，我最会了，我是黑道，真的，真的是哦，起劲啊，关关，你要小心哦，是不是下面真的有黑道哦？来啊，哇，哎，揍他了，白色揍他，各位大哥哈，如果知道等下出去揍他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好，等下是呛虾，顺便要对那个答案的物件呛虾，好吗？好，准备好了 ，Ready， Start。 哎，白痴哦，这样子我就不能让你怀孕了啦！保险套，哎，OK，哎，大家，哇，厉害！第二个，白痴，你太简啊！你在说什么？不是，哎，为什么你啊？不是，哎，为什么你上下要分成两种颜色啊？上下分两种颜色，太简了吧？一样。 为什么你那么 Q 啊？哇，你好弱！你拽一个屁呀！拽一个屁！你太拽，拽太弱了！哎，为什么你上面的那个颜色那么多，下面的颜色那么少啊？哦，太弱了！要用一个颜色，不要用两个颜色。要不要放弃？放弃！太弱了！太弱了啦！ 哈姆也没擦多少吧？哎，为什么你在那个地上一直滚来滚去啊？对啊，你凭什么把我地板弄干净啊？对啊，你在说它功能而已吧？你有呛虾吗？呛虾啦，圆形的，这个好呛啊！谁叫你形容？好烂哦！哎，地毯，为什么扫地这么干净啊？干净，洗衣机，想取代我们人类啊？5秒，取代我们人类是不是啊？ 少了比我妈少了还干净啊！哦，天哪！等一下，太烂了吧你们？两题而已，你们还是叫哈姆队好了。好了，换下一组好不好？OK，看你们来猜吧，比较好。你要先猜吗？第一个，猜成。了解。可以的，发型。好，好，准备好了，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情绪是什么呢？不一样，安慰。安慰这个东西。Mickey 长不好什么是安慰？不是哦，你解释一下。Mickey 长，不紧张，没事，这个不是安慰。你中文很好，谢谢。这是谎言，谎言，说谎了，说谎了，好了，来安慰 ，Ready， Start。 吕布，我哎，那不是，我的妈！哦，你的胡子很长哦，然后哦，你要小心你那个刀很。扫地机器人，错。哎，你没事，你那么帅哦，你有自信啊？那个，孔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桃园三结义哦，刘备、关羽，刘备，好，有中吧？关东吗？关羽，哦，对，好，来加一个。哎，你那个安慰。
快啊！你每天哦被放在那个皮夹里面哦，很紧哦，很不舒服哦，很少被拿出来用了吧你？对啊，捷运进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辛苦了。音调音调，你进捷运门口的时候，只会这样哔一声。哦，刘姐，游泳的游泳。你的形状是那个很帅哦，可是那个又是会那个受伤别人，所以那个要注意一下。让别人受伤，让别人受伤啊！你很棒，要有自信。你们在讲什么？对，任何人都可以啊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你到哦，我知道 ，V 啊，强天要接，谁在表演小短剧了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走啊，走啊 ，Pass。好，下一个。哎呀，张飞，张飞，张飞，不要逼。我跟你说了啊，你每天哦被男生这样子用哈，我知道，有时候你一用我。哎，你飞。不要，十四秒。哎，你一二哦。哦，有时候很热，有时候很冷，会不会很不舒服啊？又热又冷，又热又冷，冷气跟暖气，很多人裸体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多人裸体，然后旁边都是加倍的。来，好，好强哦！四题，最后猜出三问了。pass 那题算吧 ，pass。哎，张飞那题是错的啊！你们刚刚那个答案不是 pass 好不好？知道什么吗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那个 V， 然后长杰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你说你很好啊，然后什么我砍你？给你五秒，我再给你五秒。好 ，V， 哎，大人办，长杰办，不是店员，刀子，脖子刀，后颈喷血，动菜刀。我知道不应该打你，但你比较近。你们三个是一个团队。菜刀比成这样，谁会知道是菜刀啊？高丽菜什么都好啊。哦，对，他可以切高丽菜。废话。对呀，没想到哎。菜刀啊。好了，哎，我们赢了嘛，谢谢。没有没有，你们只有四题而已哦。他们几题？啊，他们刚刚吗？刚三题。你也四题吧？屁呀！刚刚的有安慰的感觉吗？有啊有啊，你们犯规，你们犯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这么生气，没事的。这个不需要环节，我们就跳过。OK， 好，好，我们进行第二轮挑战。来，我们看下一个情绪是什么呢？惊讶。哦，哎，很简单。哇哦，你要对这东西，哇哦。对啊，这很简单嘛。这个比较简单一点的。好，惊讶哈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 ，Ready， Start。哇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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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是紫色的？紫色的，紫色又可以吃，是怎样啊？惊讶你！哇塞，你比姐夫还好用哎！哇哦！他绝对听不懂。哇哦！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 ！pass pass pass pass， 他赢了，太简单了。哇塞！你也太矮了吧！哇，变脸也不好看，但你的弟还超级厉害。哇，有那么厉害的？哇，何燕达，没礼貌吧？厉害耶！下一个，哇，这好像好，哇塞，哇，怎么解析比较好了？下来啊，我看起来很健康呢，健康不到，没有，看那个题目是字哦，字哦，是是是，那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猪怎么会这样？哇塞，哇塞，那么舒服吗？看起来很爽的样子。哇塞，你们要不要快点 pass 啊？要跳过吗？快快快 pass！ 好，下一个。哇塞！哇，我全部拔掉，我全部拔掉，我拔掉都没有。听不懂啊！哇哦，没有没有的时候比较好看哎，哇哦。没有灵魂啊你们。没有，这是。白虎的另外一种吧，太不会了。你要听不懂，你要不要 pass 吗？应该 pass 吗？时间到了。哇哦，女生有这个好。结束了。我们。哎呀。我们需要教练，我们这个队需要教练。不是，我们需要安西教练。一题。一题，我觉得你们输定了。太难了吧？你们加起来好像也只有四题而已。这刚刚的这个呢，牛是没有的东西是什么？一毛，一毛哎，有吧？我也没有。
好，算了啦，你们一起好，你们先去坐好，好不好？最好别看。他们总共几分啊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一定很少分，所以你们好好表现一下，不要懈怠哈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就是要懈怠啦。哦，我要乱搞了。最后一个环节呢，我觉得你们不满足胜利条件，你们至少满足观众。来，我们看我最后一个情绪是什么？不好好说话，观众会不满足的，好吗？哎，秘书长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知道，大家听到过我唱唱唱，有人听到。你的对象是谁啊？啊，对象，哎，谁啊？谁啊？大家，原来如此啊！好，所以这里唱好好讲哦 ，Ready， start 喽！这里唱，快，对啊，这里唱啊！你很色哦！哇，你自制的哦，拜托，哎，你里面很多水吧？哦。错，你都是喜欢在很干的地方。哦，饮水机，饮水机。对啊，你在床上很骚哦。题目啊，不要无视他。哦，那个尖尖的，好多刺刺的东西，这样人家都好舒服。哦，你在马里奥里面，你很喜欢刺人家哦。嗯，有吗？有这东西吗？没有吧。pass 这个也 pass。黄豆你。很硬打，错。哎，哇！哦，你真的、啊？赶快加邓丽超，快！你很想要捅我是不是啊？你打不到的，因为我很独立的，我跟你讲，不要捅我啊！习近平啊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哎，邓丽超，你啊，死掉了吗？爬起来，爬起来，我跟你来一发、啊。起来了。哦，草地里面我们一起啊睡觉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哇，好恐怖！他的中文听不懂，你不要听三步的，听他的，听他的，快，你。你很多个嘛？啊？不会啊，你们两个完全不会 dirty talk 吧？你们有对象过吗？你们？好了一点。剩16、15秒了，15秒了，15秒了，再来，再来。哎、欸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太逊了吧！快九秒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没关系，还是赢啦！啊，来下一题再来 ，pass pass。三、二、啊！哎哎哎！好了啦！好，再来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刚刚这是什么？啊！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嘛。哦，什么什么？啊，狗什么什么？嗯，狗什么什么？二。日本的，日本的，日本人的，很大很大很大的，日本人的很大的，很黑。流浪狗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。我真破了他的智力，不好意思。你们也是一个而已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看总。好，我们看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我们看最后。好了，不好意思。Yeah, 我们太弱了吧？哦、嗯，那你吐槽自己啊？干嘛对我说的感觉？然后在这环节的最后呢，我要惩罚一下失败人哈。有惩罚？有惩罚？为什么有惩罚？刚刚怎么讲陈彦达？怎么讲陈彦达？怎么讲陈彦达的啊？我没讲，没讲，我也没讲。你们赢了，我还是会打你们的，好不好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因为你们讲这个。好，我们这环节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其实说真的，陈彦达那一题我们做也是很难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没有冒犯吧？但陈彦达有很多特征太明显了吧？对，很喜欢的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没有吧？你刚听起来一点都不喜欢我的感觉，而且安慰出那一题是吧？是安慰吗？陈老师那个惊讶呀，惊讶，惊讶。第二题透出这一题应该就 OK 了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们试试看，你们试试看。哦，虽然很短，但很行嘛。我不要听下去了，不好意思。